才得红衣狂起来，是应天，应天。我深深了解，想要请我属顶怪有指示，啊，我绝对袂当离开山洞，到时还有发现这个危机。咱即要上重要，爱想着破解这无达天宫的方法，破解上好的办法，就是阻止这波涛继续震动。 你是阿公哦，上乖的查某孙啊！啊，有你的陪伴，阿公在这鬼家内底哦，一点仔都袂感觉孤单。阿公刚刚哦，感觉。 阿公，你的意思是？你要道个？阿公嘛无愿意啊，也毋过为着大局成熟，这是一定要做的。你也知影，道理几个是困难重重。也毋过你放心，阿公拼死歹保护你。正玲，你敢袂惊？我袂惊啦，阿公。只要会当甲你做伙，就算是死，我嘛一点仔拢袂惊。好，这是我讨教的乖孙呐，果然是真正勇敢，你该拼一个，拼死嘛离开这，来定啊，阻挡这场浩劫的发生。 你俩拄仔好，替我照顾精灵，我来对付这鬼阵。好。阿公，你卡死你啦！嘿，这。
你这是咧创啥？真实嘞，我这回来不是来救你，我是奉命要来抬你的。 红彪叔，咱去红包围啊呢！经理，这头前唔系好，后边有追兵，看起来，咱可能家己杀猪定位。对，红彪叔，伊这大马万二啊，我可是要留这条命，等去东都国，跟阮兜迄只大龟团圆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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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乾隆以为这公主已经安分守己，我袂当无。
所以将伊设伏，而且围伫山内面起一座神秘的宫殿。从此，七公主就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。想袂到，想袂到，七公主无得放弃伊对权力的欲望，继续无达天宫，准备毁灭应天。你讲。将着乌云赶离开，冷月是犹原遐尼啊美。公主啊，回头紧靠我，比前途为着名声。好鸟啊，伊准备受死啊！你是要对蒋某遐动手？以前你是一个善良的人，谁让你变来做？我要做啥？是我的代志，和你无关系。蒋某兄用伊专心的功力，替我打通我有封闭的黑门，让我有一线生机。今日我才能恢复我全部的武功。伊对我是有温情，我回报伊的维护啊！伊的生死当然跟我有关系。我劝你，最好是莫插手。啊，若无，我替你做火台。只要阻挡我完成任务的人，拢爱死。是咪才是咱台湾试看嘛就知影。好。蒙地里所可那，地面里破那。天地正气，乾坤召唤，令我心仪，速死李素。伊的所处，我已经恢复我全部的功力。总计到时，不管是啥物人，派伊来杀害焦无兄，我要考考你，这背后有一个真大阴谋，你想莫让有心人所利用，紧放弃这任务。想袂到，老佩恩的法术竟然这么厉害，看起来今仔日我是无法度完成任务啊，只有先对向主人请罪。受伤真严重，咱先等下。都想姑娘，姑娘，欧少爷，您总算是回来了。现在您无回来，心情我是足烦恼的哦。少爷，您在路里，敢有拄到什么困难？我刚才有受尽的神奇作用，所以讲我真轻松，就是遐鬼族拍退啊。神奇是一切妖魔鬼怪的客卿，就甲公主飞在身上凉气同款。所以我当时判断，你应该会当安尼拖向才对。唉，是啦，无方特使，你约了真准啦。若不是方彪叔身上拢去甲阮救，恐惊，阮即摆都甲阎王咧泡茶啊。大家当平安无代志，就算是万幸啊。哎，对啦，先生嘞，伊是毋是已经伫咧休困啊？啊？国师无甲恁斗阵？我无看到国师，佮廖春公也是帮我收王子，佮另外一个红娘夺走，现在不看你怎会回来？无啊，国
公司无可能做伊转来啊。系啊，阮就是早了受伤工，甲老公司失散。卢湘姑娘，你要进来？我要来去找先生，要那么我袂放心。卢湘姑娘，你是卖着急啦。老公司的武功甲花术拢已经恢复啊，我相信这几次应该袂甲伊困掉的。我若是无找到先生，我也就袂安心的。小姐，老公司来。先生，经理，你哪会来啊？就是。伊是我的阿公。志廷啊，你阿公老伯呢？公叔，到底是发生什么大事啊？锁住，救人要紧。待我将兄弟解水，我想我将为他等你房间。刘湘，赶到三江。将为啊，今晚你锁好好休困。好。多谢你，阿公。经理，赵伯伯会当救回伊这条命，已经算是不幸中的大幸，你得卖阁伤心啊。阿公，是的啊，拢是我害，拢是我唔好，我真系害你命安尼啦。经理啊，唔通哭，唔通艰苦，咱应该感觉真庆幸，你知无？因为咱拄着老国师，要若无咱两个，凡事早都无命啊！老国师，多谢你。经理，你无说这么客气。赵文兄，也不过我感觉真好奇，你明知鬼界这么危险，你想要躲啊？因为我感应到危机。危机是哦，我想要询问你，你是安怎恢复功力的？这是因为百年奇缘，我伫一个真奇怪山洞内面，发现宋朝神像外宝仪伊所写的青龙书，内面有记载，要安怎我恢复我的武功？迄个山洞是毋是拢无任何的出入口，而且？你也拢有根源，根源嘛不知对倒来。你哪知呀？天意，老国叔，我着将过去的代志甲你讲。数十年前，南无李国的红色政权。展开了真积极的斗争，尤其是老国王上心爱的查某囝七公主，伊是一心一意想要做国王。照传言，南无里国并无女人来做国王的先例。后来七公主都让设计流放，客诉异乡。传言并无正确。七公主向流放，那是假的。当时大明侵略南无里国，老国王烦恼七公主的安全，所以就故意放出假消息，倘要逃走。了后安排步英国带着族人入去避难。等到步英国一切拢准备好势了后，老国王伊阁想到七公主，就暗中派人甲找倒转来。也毋过老国王阁烦恼伊的惹是生非，就将伊关起来。赵伯伯，这尔机密的代志，你想到怎样这尔清楚啊？敢讲阿姨已经知影？我无得肯定，也毋卡输伊若知影。我担心伊做出冲动的决定。那那是变喏，阿姨。卢湘，你想怎样？现在。哎呀，干嘛黑到国发走啊？
将着乌云赶离开。公主啊，回头紧靠我，为前途，为着名声。因为当时我的法术高强，老国王就爱我做伊的护卫。原来如此。大约在十一年前，神农以为七公主已经安分守己，就将伊释放，而且围在山内面起一座秘密的宫殿。从此以后，七公主就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。想袂到，想袂到，七公主无得放弃伊对权力的欲望，建造无达天宫，准备毁灭应天。你讲，上这了呀？你拄仔才讲啥？你是不是已经看过无达天宫啊？忘掉。上爷有讲过，伊讲老国王捌宣布过，只要会用个复国，就用个继承伊的大位。所以七公主会安尼做，其实目的真清楚。不过老国王是安怎会死伫个门口？搁再讲，这个门口其实是无出入口的，伊是安怎伫个遐咧出入的？无咯，这个山洞本来是有出入口的。当时神农发现七公主伫秘密制造莫达天宫的时阵，就带着我去甲阻止。伊爱我，守在洞外，伊家己一人入去。想袂到，七公主已经事先将开密锁的方法甲换掉啊！神农五出机关，身中万箭，穿心而亡。赵文兄，后来你安怎做？我当然是赶紧入去解救，严哥叫阻挡。后来，神农用伊最后的溃烂，施一点法术，将这粒山给封起来。我想起的时阵，你一定用尽全力，想要救出老国王。也不过因为周边太过坚固，所以你无功而返。无，我无。是安怎？当讲你无希望老国王会用好好下葬？哼，不是，因为我一直会记得老国王临终交代我迄句话，伊讲：“赵牧，千万袂当将这个秘密拍开，千万袂当让天宫出土。”我实在无法度了解，敢讲老国王伊对大明无任何的羞愤，伊无想要复国。伊当然恨大明，伊当然想要复国，也毋过伊要爱是。南无李国会当光明正大存在，并不是秘伫无影国秘伫的世界内面。伊要爱是国家的尊严，伊要爱不是战争啊！老国王经历过战争，伊知影战争的残酷，伊嘛知影，卡出应天毁灭，这绝对不是南无李国的福星。啊，那无嘞？会是啥物？一旦应天毁灭，只是刺激台面所有百姓民族意识，到时阵全国各地军队一定会组织起来保护南无李国。那呢，这就是真大的悲剧。哎呀，万万想不好事了。老国叔，你打开密门的时阵，敢有看到七公主？伊是生也是死的？我知影，伊走出去的王爷都是七公主。伊还阁活着的。赵伯伯，莫达天宫的威力到底有偌大？敢讲真实会用甲应天毁灭掉？
火苗虽小，也毋过会当照经倒行。我知影你的意思，一个物件的重要性，毋是伫大小，是伫个影响力。摸到天宫的尽头内底，除了有藏真精密的火药以外，内面还佫有真侪不俗的鬼魂佮灵魄，威力无穷。亲像有闲影甲房间撮合讲的大姐，无喏，比这较厉害，超过千倍，超过万倍。是，要哪有这么简单？不过，大家拢讲七公主惊死啊，不知七公主这段时间你人拢在什么所在？这个代志，我以后才向你说明。刘公看七公主，真正足欢喜的。请问七公主，你这晚向阳出现，到底有滴什么代志？我哪敢无出现？这无因果，毋知会去予居心不良的小人，要甲变甚物款？七公主，你无伫个无因果这段时间，遐居心不良的小人为着要夺权，互相安尼搭来搭去，所以我只好伫因中间做破坏。虽然大家拢讲七公主已经死啊，也毋过我就是有一种感觉，感觉有一天你一定会转来。请七公主你指示，刘军应该安怎做？这以后就不讲。对啊，刘军，我有交代你好好照顾小蝶，小蝶人呢？刘军，你在想啥？小蝶是不是发生代志？小蝶伊失踪啊！你讲啥？小蝶失踪？刘公改姓，请七公主下罪。刘公罪该万死。刘公，我从小蝶教你照顾，你竟然改告我失踪，我警告你，你是我警告找出来。阿娜，那是我先找到，不管你有几条命，你都无够我。若是甲七公主讲，小蝶去予董永掠去，七公主一定会直接去找董永讨人。到时阵，恐惊连我嘛无命。是七公主，我一定甲小蝶找回来。董永，以前我是无证据证明小蝶伫你的手头，所以才一直无甲你贴破面。也毋过即嘛，七公主已经转来啊，我袂用阁拖落去。你若是毋甲小蝶交出来，我定买你好看。恁转来啊，蒋文兄，有个人平安倒转来，这拢是你的功劳。我的功劳？你是讲你给我的金龙？安尼讲起来，两个金龙你拢用掉去啊？看赵无兄的表情这么紧张，一定知影什么。人的爱将着乌云赶离开，公主啊，回头紧靠我。为前途，为着名声。阿娘。你哪会这么困？
迄是因为我袂忝，所以无想要困啊。嗯，啊你咧，你不是困了好好，哪会爬起？我小烦恼天麻爹啦。阿娘，你敢知影天麻爹即马安怎？你放心，已经回来，已经回来。嗯，而且哦，我甲你的招募阿公，还佮真灵阿姊救回来。好，我要去找天麻。我要去找真灵。哦，那安尼，咱借问一下吼，天麻到底是要找你的天梦啊，还是要找真灵啊？好啦。我心灵哦，我想要去找天麻爹。阿娘，你一定会答应我。这既然你认为讲吼，我一定会答应，那你是安怎拄啊？你要骗我？阿娘，敢会赢啊？伊甲招婆阿公救出来，搁来真灵嘛救出来，伊是好人呢。就是因为伊是好人，做好事，人本来嘛足忝的。哇哦，伫白东阳，阿你伊敢困个巴巴巴，明仔再去再去找。也唔过。哦。阿你当作我是菜鸡哦，阿你发来发去的哦。好啦。来。你先坐，我来整一下你上爱食的卵，搁做些汤给你啉。哦，不过我煮物件转来进前，你不乖乖待在家，转来无看到你，哼，就永远免笑，想要看到你天幕阿爹。知影啦。这个代志都是招募兄甲我讲。想袂到，七公主竟然想要抬招募兵因白扣。连真灵这尔少年嘛，无要放伊煞，实在是心怀手软。果然跟我想的同款，七公主伊真正出来。不行，遇到个爱人，即卖一定真危险，爱有人去通知伊。少爷，少爷，你是安怎讲铁大子甲爱人真危险？七公主不是甲你同一组的？朱公主安尼讲是无唔对，严格情况在世的时阵，阮方氏各派都为着方慧在明争暗斗，私底下小动作不断。照我推测，向阳一派甲七公主一派冲突一定非常严重。告诉推测了无唔对，阮两家一向是水火不容。先皇在世的时阵，上届无欢喜，发人夺权争斗。尤其上届对七公主不满，过去的代志，我到即卖还阁记个清清楚楚。所以王相爷即卖是烦恼，七公主予人放出来，会保护当初甲伊有过节的人。对，我惊伊讲，比如讲爱丽伫厝，恁两个人绝对毋是七公主的对手。大，代志恐怖啦！相爷，两个即卖是要怎嘞？我当然想要即时将伊带来遮。伫个朱公主的行馆，大家做伙嘛，互相有一个照应，我嘛较放心嘛。相爷，无问题，你就甲伊传行馆。念无朱公主，毕竟即摆必须留落来，甲老母叔共同参详代志，看要安怎解决朱公主的问题。我根本都夹袂开脚。安尼好办，如相，你替相爷走一撮，甲铁大姐甲爱莲传来朱公主的行馆。嗯，我即摆就去。相爷，你放心。如香姑娘，你一人去上危险嘛？我有武功甲法师，我甲你做伙去。好。那恁就万事拜托。无用，多谢两位。其有罪，老佩阮唔知影当时恢复伊个法术甲武功，我唔是伊对手，
让伊救走了鸟母。我的任务失败，请您阿降罪，我愿意接受处罚。交代阮，好，讲到我迄个阿兄吼，你看啦，即摆外口啊这么暗啊啦，啊不知走哪去啦，这两天哦，安尼奇奇怪怪哦，不知在变什么鬼。对啊，不像阿姊，我阿姑嘞。上爷伊即摆伫个阮县县迄边在讲真重要的代志，是伊叫我来这甲恁接过去的，恁继续串串的。嗯，啊奇怪呢，伊伫个县县哦，做伊个代志就好啊，啊是安那叫阮过去是要创啥啊？伊就是惊恁的烦恼，而且伊嘛有真重要代志要甲恁参详，所以，咦，安尼搁较奇怪，啊，趁这款小可代志吼，伊用一个无影纸甲恁通知就好啊，啊，是安那搁请恁两个来结婚啊？是因为七公主已经出现啦？啥？七公主？哎呦！我想爷今日会拄着危险，所以爱阮甲恁接转去。你稍等一下哦，哎，来来收物件啦！哦，这七公主哦，这都偌久啊呢？啊，这我那怎么搁出来啦？咱无英国有真侪人才，也毋过照这情形看起来，我无伫这段时间，真正是发生真侪代志。恁讲是毋是？虽然我离开家真长一段时间，也毋过要提醒，对无英国所有发生的任何一件代志，我是拢清清楚楚，因为无一件代志会当躲过我的目睭。我即摆已经自由啊，就代表咱无英国要重整纪律的时阵已经到啊。何国的代志，我有全盘的计划。恁只需要做一件代志，迄就是听候我的指示。以后我有啥物命令，我的指示松吉转达予恁大家知影。莫怪松吉有这么大的改变，原来是七公主在后边给他做靠山。董勇，你敢有意见？属下不敢。我要提醒恁大家，不管过去你是不是有做唔到什么代志，我拢会卖搁追究。自即摆开始，我是绝对无允准过任何人私下行动。阿那无食。的爱将着乌云赶离开，明月是犹原遐尼啊美。公主啊，回头紧靠我。为前途，为着好名声。小孩了解，请问七公主，七公主雄雄出面，一定是有重要的代志要办，
敢会用互相下混油解落嘞？无唔对，我确实有真重要代志要办，也毋过无需要用到你。松吉，你跟我来去。是。你的脚手要较紧嘞，等七公主出现，咱要做都袂赴啊！好啦好啦，我即摆来收啊啦吼。嘘，卡细声的啦！啊，即摆是安怎啦？秋虫的声，哪会无在叫啊？哼，啊，无在叫是啥物意思啊？秋虫无在叫。就表示有人来，啊，有人啊！好好，我去去小心点，我注意看哈。人今日来啊！未歹，你敢知影我来啊？送去高兴。铁皮二嘞，叫铁皮二出来。等下，这是阮家的，你要创啥？我找你这什么所在？本公主想要安怎就安怎。原来你就是七公主。既然这是本公主，那呢，紧叫铁皮二出来休息。我还无在啦。你哪还无在嘞？子秋，请你上好卖过来哦。阿娘，阿娘，你啥子跑阿娘？废话减讲，紧甲铁皮你交出来。我后骨正是无伫的，你不信，你就家己找啊。公主殿下，看这办事，铁皮你真正无伫家。那是安尼，我就抓伊的亲人，逼伊出面。你讲。你看我敢也敢！住手！今晚只剩你一个。你想你个，我就通阻挡我。我表姐嘛要报复伊。我即摆用法术将你定住，一个施行了后，法术就自动失效。到时阵，你就要等于通知老佩恩甲铁皮。但是想要救伊，就告别失去。拜祭，只做两人去。阿那无食，就准备替因收尸。桑吉，将伊拢带走。是，公主殿下。小外公，你敢搁会听？你要食止疼药啊无？我去摕予你啦。免啦，免啦。阿公袂听。你为着阿公，这么早都起床，一定足辛苦的吼。你会听无？要去休困无？你唔免烦恼我啦，我伫只陪你好无？你愿意陪我，当然好啊，予你陪。阿公，来饮料来啊啦。多谢多谢。你看卖啦。为着阿公受伤哦，害恁两个人拢困眠不足，这么早都爱起来，哎呀，真正歹势。阿公，你莫安尼讲，阮少年人刚困一觉不要紧，但都是你，你为着我断一支手骨，我的心哦，才真正叫做不安呐。哎呦，莫阁讲这啦，一支手骨哪有算啥？
你是阿公的命呢，你若有危险哦，阿公就是拼这条老命，我就爱救你，你知无？过去你对我，予我心袂平。今仔日又搁见面，心肝像海涌。原谅我，莫搁伤心啦。我了解是我对不起你。你若是心内有苦衷，请你讲出嘴，千唔通一直暗藏，予我想袂开。我知影，我会珍惜啦，因为我怀念绵绵旧情。我永远爱你，我袂当无你。咱的爱将着乌云挂离